锵锵三人行，哎，我一看见你们俩在一块儿啊，我就想出示一些这个男女在一起啊，让人很心旷神怡的照片。那是我跟他还是你跟他？哎，有我才有你们俩呀，对吧？可是拍被拍的不一定是三个人啊，一定只有两个。我像是拍照的那个，所以呢，我要跟你们出示那个奥巴马。奥巴马其实是挺帅的，是吧？奥巴马最近去了哪儿啊？你这国际观察员？缅甸、泰国。缅甸、泰国 啊，在那儿去干什么去了？还柬埔寨。柬埔寨，很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他去干什么去了？开会啊。缅甸是他第一次，这个第一次美国总统啊在任期间访问缅甸，而且要投资。我跟你说，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他去是去调情去了。而且我有断章取义，有图不是断章取义，我有图有真相，是吧？我拿图作证，你就知道我的这个是本质的真实。你瞧，英了。把我看上的女领导人啊也给你看，你瞧，你再看下一家更像，你瞧，哎呦，英拉还卖俏呢，是吧？哎，这就是女人卖俏卖娇的那种表情吧。哎，奥巴马很会意啊。你再看下边，咦，这哎呦就换人了。哎，这张这个他们的那个过程我有看啊，这个昂山素季啊，其实年纪他已经过六十岁生日了，然后就整个身子扭动啊，扭来扭去的，然后就转身走了。奥巴马在后边还追了几步，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一辈子追求自由的女的，一见到自由世界的主子，简直是不能自持了都，是吧？你看下面，哎呦，是这家伙，奥巴马，他太太没跟着来吧？哎，太太拍照了，太太啊，太太拍照。他太太只吃那个 Beyonce 的醋，这些没有关系的。对，昂山素姬的醋也没必要吃了。这个没有重点在于说昂山素姬，你看她表情很不自在嘛，好像躲开的样子。没有，她很享受。我有看她那个，可是我刚看她那个表情，我就觉得，因为啊，坦白讲，可能她生疏了。她以前的丈夫啊，坐牢也被软禁。以前她丈夫是老外嘛，所以她对于拥抱、拥吻这种应该非常熟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她就是那个劲儿，是吗？啊，昂山素姬就一直这样的那种。可是我刚看她表情，我觉得怪怪，所以我想补充文涛说那个奥巴马去那边是调情，我觉得要补充说是去调情失败，你知道吗？拥抱别人、拥吻，你觉得那怪怪的？我觉得是不是心中有点歧视啊？是黑人总统，假如今天是个 Clinton， 他就不反应不一样啊。对，我对女人的解读完全不在行。对对对，当然要听文章，不要侮辱我们的自由女神嘛。当然，我觉得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女性领导人啊，当然这个昂山素季现在目前还不是啊，只是反对派的，但他们呢，就是一方面是展示这个自己很强权啊，女性的权利这一面，但是同时啊，你看他这种女性的妩媚啊，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哎。是是是，这个跟这个西方国家的美国、德国啊这些国家的，包括法国的，我就没见奥巴马，不是，我就没见那个谁希拉里流露过什么。没有，人家非常的 professional， 对吧？工作就是工作啊，没有那些。然后铁娘子默克尔那更是了。那包括法国的，现在是他们那个前任的司法部长嘛，不是说同时跟孩子八个，那个真是到现在弄不清爸爸是谁。全法国都在猜，这个我就说我第二祖国呀，我是跟我这第一祖国真不一样。对对对，你想一个部委一个部委级的女干部怀了孕竟然不知道爸爸是谁，这要在我国这完了，这中纪委就得上了。而且那八个那个被怀疑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总统吗？有前总统，有前有萨科奇，还有那个不是萨科奇，还有那个西班牙的一个前首相还是什么的，对吧？有，天哪！所以有其他国家的总统，有，还有他们国家的那些那个巨商巨贾那些。可是话说回来，那些照片哈，我记得以前有人做过研究，在 UCLA 一个教授，他研究他搞新闻学的，很好玩的。他研究什么？研究欧洲、美国的媒体、新闻媒体。为什么经常出现一些新闻照片总是拍到东方女性的，你刚用了两个字叫妩媚，好难读啊，妩媚哈。其实呢，差点读成侮辱。其实呢，他意思是说哈，什么国家的女人可能都有强悍的一面、妩媚的一面哈，可是重点在于说，拿着照相机的都是白人的男记者。当他去拍的时候，他就抓你这个，然后送回报社，他就觉得
哎，这个我们要放在那边，也吸引我们的读者。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参与了、建构了、塑造了东方女性的，在一般的可能是扭曲的，不能说扭曲了，比较被强调的一方面。嗯、所以我们一看到，你看东方女人多么媚呀、啊，多么有魅力。西方记者骨子里的男权的这种潜意识。对，其实他是用西方白人男人的眼睛来看东方女人，非常有意思。这确实是一方面。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在这个英国做记者啊，我就会发现，哎，他们就是喜欢捕捉你这些，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利比亚啊，在班加西那些地方，然后我们去关注的那些点，那就是战事嘛，它的这个正面的这些一些东西啊，然后跟进这个它的主要新闻。但是呢，像人家的那些西方的这些记者啊，他们除此以外，花了很多精力，就是去捕捉那些细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对我也是很有启发的。但是为什么恰恰他对这些细节的关注，在当事国是很受关注的啊，是很被欢迎或者接受的？往往是因为什么？往往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当事国，他们的这个新闻自由度不太允许自己国家的那些记者在这方面去做文章，展露这个女领导的妩媚的这一面。对，但是出口转内销的这个，哎，就我们还觉得挺瘦弱，是吧？嗯，哎，所以这里边有一种很隐秘的一种关系哈，很微妙的。人呐，玩的都是潜意识，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看了这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刚才那个很妩媚的这个女领导照片，我刚才想说，这个西方的这些女性领导好像就没有这一面，对吧？这很少看见嘛，对吧？人家工作就是工作，但实际上自己的生活也是花花绿绿的啊，那一点不比他们差的，那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相反，你觉得中国的这些女性官员哈，那就更是了，一板一眼的，正襟危坐的，对吧？你那意思暗示什么？很难想象，我觉得这个素质高啊，咱们的这个女性官员。你看咱们的这个教育好，这个我很敬仰的那个吴仪，嗯，她也是单身。嗯，你看在中国好像很多这种女领导都是这样啊。对，当然不是全部的啊，有个案。嗯那个出过几个那个，好像深圳曾经出过一个女贪官呢，嗯，说也找精壮男子嘛，也是有的。哦，这个我其实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倒是为女性啊争了一口气，不是只有不是只有你们男人可以玩女人。哎，当然，比较干嘛不像话的还是男官员，嗯，对吧？就是说，你知道咱们这就说到这儿了，说到那个什么了？你不是重庆的吗？嗯，还就是你们重庆的，你看嘛。你们重庆有个北碚这么个地方，对吗？北碚有个区委书记，这个区委书记呢姓雷，最近雷人的雷，被对很雷人，最近被撤职了，被撤职了。哎，就是说啊，现在这个网上传的很广，我跟你说，他是因为什么呢？被人爆出一段这个不雅视频，不雅视频呢，他跟一个女的在这个不雅吧，对吧？但不雅呢，这个好像就是12秒钟的这个视频，但是传开了以后啊，就有人举报说他这个不雅视频呢是跟他包养的这个情妇，也就是所谓咱们反对的那个，我认为歧视妇女的称呼，但是现在就都这么叫什么小三儿是吧？哎，是他包养的，而且18岁，啊，他忍心呢？18岁合法了，你这是说马家辉呢？合法不一定合理呀。啊，我说的是马家辉还是说谁啊？马家辉，你这样把马家辉置于何地？马上把子弹往外推，中枪中枪，是、哎，反应过头了。我跟你说，我确实想这个替马家辉博士这个问一个问题哈。我注意到啊，很多官员里边都有一个罪名啊，你像薄熙来、王立军。最后证明都有其中一个罪名，叫跟多名不正当女不是啊，跟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对吧？我想替马博士问一下，要是平民的话，这事儿算犯法吗？第一个，你干嘛替我问？第二个，干嘛问他？你干嘛问他呢？你看他，你看他，你看小田马上脑筋在想，哎，小田马上脑筋在动，好像糟糕，他知道了我什么？马上，我在帮你说话的，马老师，怎么能这样呢？去广告，这话题吵起来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回到这片
片海，发现真正的自己。我的国度，我的上层游艇人生。雅居乐海南清水湾，核心科技就在格力。格力变频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海天好友，快乐一点，轻松一点，美味一点，只需一点。海天好友，快乐美味一点通，更花更美味。号角出响了，古法茅台酿绵柔后工坊。你看，就这个北贝的这个雷书记，他这个开始，他主要是还否认，就开始问他，他说伪造的，不是真的。嗯。但是最后他的上级纪委好像就是这两天前两天上级纪委查出来了，说就是真的，当即就撸了嘛。一看就是真的嘛，因为那个你在旁边看，哎，那是大新闻啊，因为我看到一看哈，当然要大新闻嘛，香港的报纸也有报道，我一看。对，一看呢，马上看那个图片，我马上想到萧伯纳说的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人类的所谓性爱行为啊，性行为啊，基本上就是用一种很滑稽、很奇怪的、很唐突。